鱿鱼放在烤网上，又喷枪加热，这家鱿鱼摊在宁夏夜市中段人气也夯，平均每天能卖50到60尾，以特大鱿鱼150元计算，单日营业额也将近1万元。另外这一家方家鸡肉饭也是宁夏必吃。白饭上铺满鸡肉丝，淋上酱油、卤汁和鸡油，这一碗简单味道吸引老饕光顾。一味难求，我觉得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天，所以人比较少。不然普通时候来，包括观光客也好，然后在当地在地人也好，全部都是你真的一味难求。业者说，光是鸡肉饭平均一天能卖将近300碗，算一算鸡肉饭年营收就多达276万元，但全家人力都投入，其实利润不到50%。这个营业就是一定亏钱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请的员工比较多。所以就是整个传统摊位就是这样，金黄色泽，一颗颗香酥玉丸，外皮炸得又酥又脆，这一家民众也甘愿大排队，一买就是好几颗。现在炸哦，三个蛋黄一个面包，好不容易刚炸好一轮，马上又见底，老板的手不敢停，因为后面还排得好长好长，不少老顾客一吃就是好几年。宁夏夜市以庶民小吃闻名，定位清楚，加上临近大稻城商圈，游客多，在地人也支持，光去年就狂吸超过187万人次，成功让店家变身黄金摊位。三立新闻陈俊仁、曾嘉轩台北报道。